会下来的会又上过又上过要吗？今天课末班几点？课约24小时。
骑 U bike 骑回大庆的时候，那个距离有时候切最近的地点，通常会是在那个科学博物馆到那个星空游板这一个下车范围内的 U bike 的距离都差不多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扇形的路，跟星空这种就是横向的路，它的平均里程加上起来基本上都是差不多。每天早下车的时候，骑回去差不多都是20分钟。嗯。但到秋红谷就不一样，秋红谷必须要先骑到文心那边才能骑。所以从秋红谷下车的话，或者是直接在这边客运下来，直接上 U bike 的话，有时候要硬直拼半个小时内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体力要好，那天体力状况。常常会被调侃说，就是年轻体力好啊，这样子，就会被说。有时候都是开开玩笑这样子，可是认真的时候，有时候聊的时候就会说，啊，年轻真好。大家来这边，超马真的是搭大夜间车，非常好，会开门。下面市政府站会门开通，台湾请。
都是华人。台湾大道下车请按钮。河畔博物馆，台湾大道。河北博物馆，台湾太土。Science Museum，台湾 Boulevard。